三只之后，人经常多就翻黑住嘅。不过就印度个门系个摩黑呢，台湾感就来天做呢种。其实如果能源的讨论并不多，两礼拜开始，下个天气推出黑气黑潮，热力爆发。因为时间原因，世界提供业提前来看，而你能源结构，政府就是唔肯放弃用黑呢，存在稳定电力供给的政策。我部分专家学者认为，台湾的铁唔系唔难。唔单止冇必要发展核能，还个过度集中式发电，还有可能会危害到能源安全。政府现在对再生能源的政策试图变宽，加急绿能发展的脚步，把能源多元化，确保电力做得燃烧的利用。人都反核，皆是。看看日本团体的反核歌曲，唱出民众对废核加热的向往。2023年3月初九，台湾台反核太游行，先铺盖本反核的名字来到青果店。早上之后的民调就发现是超过60%的民众赞成停建核四，不过时算经过了场安泰的社会运动。政府的下个能源政策，还能用核能发电来做思考的方向。政府并非为了证明有安全的技术而新建核电厂，而是为了要稳定50年间的能源供应。来看到2022年的位置，台湾发电结构，石炭、油、天然气的火力发电是占73%，三座核电厂加加起来是18.4%的比例，比较起来。用一条能风力为主的再生能源，可能占4.8%，能源比例真不均分。国际上也是这样在讲这样一个，你要能源要多元化，你千万不要太独立依赖某些能源，因为那个基本上都会产生一个很高的一种能源不安全的问题。大概从84年以后啊，就开放这个再生能源的设置哈，那它也是一种分散式的电源，然后到。98年啊，再生能源发展条例通过以后啊，让再生能源有一个趸购汇率，就是它的汇率啊，可以保证它有一些合理的回收哈，啊，所以这个量也会再度的增加。另外，就行政院今年规划，市面内再生能源占该发电比，不对的哈，摩到5%，增加一倍到10%，应控30年甚至要爱到20%的比例，但是执政者认为这段期间。核能含核真重要。当你真的要去把核电厂废掉的时候，你一定要有心理准备，就是我们经济面所受的冲击，还有对于北部分区限电这个困境，我们有没有办法解决？核电在整个有效机组的装置容量大概是12%到14%之间，但是我们的有效的备载容量是20几，等于说你有很多的余裕。帮我们多争取到40年左右的时间，让我们赶快把其他的能源能够开发到成熟，让它的成本不要太高。政府，你只要松绑，不要管那么多就好了啊！你只要不要管，让它自由发展。台上厉害得很啊！不要经过5年10年啊，台湾就是绿油油一片了。虽然政府了哈，很不用配合天，但是专家没预估，包括石炭、天然气和油，最好就用配合一年。四川的核能发电的燃料抽空，不过50年并不用配。石板头能源方98%是二次进口，废核行用再生能源，可惜是一条天朝的行，另外无法吐过多少年的路。刚刚新闻奉劝粉来关注廖启泽，综合报道。在了两个礼拜时间，哈纳多黑气黑枪特别爆头的内容，也请观众取消锁定下个天视台的三节新闻。那来看到为了诉求黑市停建，造成环保团体也利用世界地球日马总统接见的场合，对现场向总统提交了黑市停建申请书。我马总统中，民国89年黑市停建违法做理由，没正面回应诉求。我马总统长途飞机当中巡逻，最近还安排了环保团体，还有公寮的民众，强化去视察黑市。
2022年7月，马英九总统安排浙江环保团体代表、台湾环境保护联盟总会长吴文章当场搞澄清书，要求总统马上停建核四。我不希望我们那边的居民都生活在恐惧中哦。能够把它立即停建，不要再用公投的方式了。核四在民国89年的时候曾经停建过一次。对。那停建之后呢？立法院就认为行政院。这样做是违法的。也从非年主要充电盘系核四，祖父联盟基金会董事长陈曼丽提出，核在30公里头面墙嘅提议，马总统冇正面回应。不过，伊应承会替最近安排团环保团体、韩国公寮民众恐吓视察核四。我们也邀请总统要去到核四的现场，那总统当然是说他是说他会去啊，他也希望能够跟着民间团体的成员一起去核四场。因为他认为这样子呢，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。除了核心议题，马总统表示，上任以来推动三能源减碳，其中碳排放量去年减少为616.9万公吨，核能生产比例26年来头一摆达到30%。另外，政府还会继续推三能源减碳快速充电政策。下个新闻综合报道。那是国会消息看到，经过上周礼拜五议事空转，立法院稍作为过去摆处理核四公投案。民进党主张暗示停建核四案，不过受到民进党前主席徐明的批评，认为民进党认同的支持核四公投，行啊正面迎战。因为促成公投的门槛当高，民进党挑拨也用过了假牌。民进党立法院党团副主任尊重徐明的发言，我强调民进党反对的是国民党用负面表列的公投作文来骗民意，也强调民进党为正面迎战。立法院议事上经议再个处理核四公投案，不过对民进党主张停建核四案，对同国民党来攻防，前民进党主席史明德有意见，他讲